我要吃，我要吃沙巴。你讲吃饭嘞？吃饭还是很饱啊？他在吃沙巴。哦，就是。我要吃沙巴。好，先去上厕所。我刚才听到了，刚才里面的人，里面的人问，那个黑鸭一斤多少？360。啊，真的。多少我来？有啊，来得位啊。我刚才有听到，虾子一斤360，所以如果是这一箱的话，就要3600，然后他们卖1500，这样懂了吧？他们一下子一下卖1500，哦，散卖的话是一箱卖起来3600。太少。我刚才不小心听到了。美女，今天怎么要个香鱼？有啊，两箱。哦，有六个。真的。丽萍。哎，你先是啊。你要箱子袋子？我要箱子。真的哎，我跟你讲说，虾子一斤300不是乱说的哎，虾子一斤300不是乱说的哎，是真的300哎。哎呀。
那个传统市场这样子一斤的都250，至少250起跳。嗯。冰块不用。在这里快上河了。嗯，刚才看得到，看了400多，对不对？那你那个箱子给我。那是一个饼的。哦，你开一张盖饼。哈哈。开盖饼。昆虫早安。系个农民，你家阿大失啦？啊，系啊。哎呦，都好大哟。哦。两箱子还是袋子？三箱。嘉宇剩啊，那个香宇剩三箱哦。拜拜。哇，今天太阳果然大。300。这两百就好了。行，还好。要零三的。好，看一下。谁呀？不是阿爸啊。一百，一百什么一个？一百，一百。一百啊。你看，刚刚听有尔。伊也讲肉一定是鸡排的啦，因为你若较少卖猪排啊。猪肉有，肉有，鸡肉有。哎呦，伊可伊若讲肉一定是鸡排啊，讲什么鱼、什么鱼、什么鱼、什么鱼，就差不多是金肉肉还是肉质啦。你这么了解他？开玩笑，我运招。好的哦。对呀。好，走。走。来个球。多啊，要。今天真正乱哈。爸爸叫，你也能会爸爸叫啦，好厉害哦！哎呀，小心啊！对，对，还贵也贵，我看着。好贵啊！安那边，十二块两百。好啊。这老弟，500。200就好啊啦，搁别个。这六十了嘿。好，你白叫他过来这呀。对对。我看嘛。哦，新鲜无？就新鲜。哦，你那个讲话呢？哦。嗯。就是变白跟我讲话。中啊，你也问因爸有新鲜无？伊就伊讲啥？臭的。爸新鲜无？对。因爸。我想要穿西的，你想要穿西的，你要当护龙，你的天天。
以前后边对百外来，你知无？哎，查某掠人是会穿安尼好无？好了，停了，停了，停了。穿咧一件式的有无？你唔爱掠过我，你唔爱掠过我唔信。你吓死！我站在这边正中央啊，那边对不对？那个那个上面那个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今天太阳超大的，那个都没有云，今天没有云，太阳已经超大的，你要再你要再等等半小时，它才会不见。波卡尼亚，那个阿凯，阿凯跟他阿凯生病啊，应该一起中了。两个人应该一起感冒了。一千块盒啦。对啊，一定是起重的啊，一定是感冒，一定是感冒。我这弄你啊啦！弄你给你三百，今年啦，今年啦。下北北跟谁啊？下北北刚来过。我用情付出流失。最多人，保卫。保卫，要不这个话题保卫。给不到。啊，保卫呀。啊，这样。一百七八。那个不会，那个龙王他们不太会生病。啊？波浪。龙王他们不太会生病，因为他们每天在工作，然后在鱼市在那边混来混去，他们不太会生病。他，我拍他四年，他只有感冒过一次啊。有一次哦，对啊，就一次。哎，几加几把？他，我拍他四年，他只有感冒过一次，而且那感冒还是来，还是来卖。二姐这样好像抓某，抓这不行了吧？女生戴这样很像大姐头，你是把人办？
女生这样是大姐头，不要黑墨迹的抓住啊！我跟你讲，那等一下再披个外套上去，大姐头，披个皮外套，对啊，然后高跟鞋，然后讲。我今日收小收了嘛，安尼就好啊。我今日无是讲是上便宜，较便宜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边人讲，我今日收小收了嘛。啊，收袂着。你做咩？你做咩？你要吗？来来来。龙。阿强，敲落去，啊处理了。为什么不容易生病？我跟你讲，他们像这种每天在鱼市那边混混混。不会容易生病，像我，对啊，像我这种比较会生病。宅男。对啊，我那个每年感冒一定要先中个一两次。我去年是整年都没有感冒啦，因为我去年在照顾我家的狗，不能生病。啊，等一下，等我家的狗狗上个月走了以后，我就开始生病了。然后在照顾它的时候不能生病，所以都没生病。秋香啊，老。你讲什么嗲哩？没嘛是老板娘，按摩院老板娘。你无落海啊！这把人都落去你尔啦，不是你无落海啊！阿公阿叔家公，哎，这人去做赞的哦，他说拢钱都钱拢互你做济，阿哥无需要阿你啊！你硬哦，你袂个哩啊！伊就欢喜，就欢喜个哩啊！哎，一家要啉酒个开讲，还要三百。那不是老太太。铁板鳕鱼。我到我这老人就不管，我现在又冲凉啊啦，冲凉。都退休了，都退休了。你讲今麦拢，今麦拢外企的店来过。啊，反正这先不然那边，退休了。退休我爸。你今天看到铁板？嗯。有，有铁板鳕鱼。今天有铁板鳕鱼。铁板鳕鱼在国里。鳕有吗？哈。都有啊。好。今天有铁板鳕鱼哦 ，Tony。Tony 哦 ，Tony 汤尼哦，哎，那英文老师啊 ，Tony 圈啊，哈哈哈哈哈。我给你讲好不？啊，怎么都无啦？怎么好多老人哦，关死啦，还佫说细粒的，无水，无水。怎么怎么？老板，你冰回屋，给你看嘞。我帮你问一下 Tony。会变黑，爱先。多利多利多利，甲托兰纳有包括。多利啊，多利多利有啊，多利无啊，像托兰纳托兰纳，今嘛袂进去啊。今仔今仔出油，去做食哦，冇进油哦。我帮你问一下，铁板是先偌济？哎，这边铁板雪，听到了？铁板雪一箱一千。Tony， 铁板雪一箱一千。你就是讲土兰啊，不是这对吧？我有多利啊，对吧？多利哦。我这款的啦，我是。这样啊，这样啊。都是这样，嘿嘿，我这款的。有没多利的？啊对啊。我讲，你之前要一千块切，买你个讲啥？轮切啊。啊，这是皮嘛，这帮。啊，这帮是粗皮，赶快能种赶快。哎，一千块啊，我种赶快鱼啊。种鱼啊，就赶快种鱼啊。没有，哎，啊，一千块啊，就。哦，你就喜欢那一种的，没有。赶快你也无，赶快你也无，因为遐个钱，遐个钱真可笑。对啊。啊，这样一片一片的吧。对啊。哎呀，啊，赶快遐，赶快是遐。对啊。哎，我弟为什么没有在？我看一下好吗？哪有用电量吹？啊，可以用电量吹。落山呀！哎，有人在毛油，有人吹，啊毛猪毛，毛猪毛，毛猪毛。今天搞了啥垃圾？哦，垃圾看我呀！我看见没？看不够呀！搞一下。都可以吧？魔运招。
Tony 刚才也有问哦 ，OK。没关系啊，来摊，可能是来摊价钱的，可能是来摊价钱的。哎 ，Tony， 你有买吗？你为什么要两边都问？你为什么要两边都问？你住哪里？你为什么要两边都问？两边都问是怎样？哪边比较便宜？哪边买吗？我要借200块那边。你有要吗 ，Tony？ 你有要铁板？